经济建成了以后，我们这些产业不知道保留不保留，怎么说这是一个产业嘛，从多少年上面就慢慢的形成了。大概围着有三十年左右吧，具体我也说不太清楚，因为我毕竟年轻，他们上年纪大。对对，有很多是出口的，一般的情况下有美国、韩国，很多的，有意大利的，国外啊，有的也是很多，在我们这进了以后去分销，就这意思。毕竟这是一个文化嘛，我们想争取一下，就让它保留下来。咱们这薄饼啊，去年这是咱们自己的，因为这不是人的，根深蒂固，从这么多年了，几十年了，都是在搞这服装。这次你们来的，这是咱们这15个自然村，这边都是搞这服装。这从西竹区来了之后，老百姓们都特别向往这雄安新区，提前建立，为什么说呢？这么好的事儿，雄安新区它挣钱多少，不能待着啊！你又就说这么坚持着办，对，它这个人都属于多，它不是人一个大企业，多少人做多少万件，以后雄安新区了，肯定这绝对不准有了。这出品，别说。做成公司吧，发展几个的品牌，叫他们打的，叫他们几个自食其力，咱们上面对得起，不讲这个政策，下面咱们还得特别感谢老百姓。